小桥河畔，我亦是此间少年，共看风花雪月，与你西窗共剪。小看人世间，沮丧没什么可怕，只不过难免为情绪化。谢谢 Kingsley 的辣条。谢谢普尼的辣条。慢呀，好慢呀，还需要，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三刀，然后要几刀来着，三刀，然后四刀，然后一个闪避，然后六刀，第十刀硬直，然后再来十刀硬直，好像是这样。
这规则又不是我定的。而且我也不想打武邪的，太无聊了。武邪道跟普通打一遍，流程有什么区别？这可打得太差了，太久没打了。等等，我去哪？我去哪呢？对吧？这进度条的辣条。Where are you going？
又是爱又恨，又未尽的坚强。死者が哎，等等，应该提升这个攻击力吧？吧，要测试一下，这边要不要升攻击力？要测试一下。哦，死了，没有。Fuck you。忘了，萝卜头的 skip 的那个没了，哎，我应该跳这边的。在录。
根本就不认路，好吧？我在想，哎，等等，为什么你在这？哦，要对话，要对话的呀，要对话的呀。慢慢玩，慢慢玩呗。哎，哎，哦，还要见天狗，惊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呀，还得去找天狗。哇，是真的麻烦这一段路，这段路是真的麻烦，我还得从一开始的路跑过去找天狗，惊了。哇，这路跑好远呀，要不重开吧。我想一下这个路线要怎么跑。这个路线到底要怎么跑呢？谢谢纯白的辣条，没事。打完马哥以后要去见天狗，要杀那个什么吗？应该不用吧？要吗？到底要不要？
我是这样的话，点马哥之前的那个篝火，然后从那个篝火过来，好像比较快。假设我没有做完这个任务，它会不会出现在？会不会出现在那个什么天守阁那边？试一下。不是这个，走错路了。哎，走错路了。哦，不用做那个任务呀，那还好。听说从这边勾回去会比较快，听说。跑了一大圈的路。哎。我看看，这个好像啊，没有鞭炮，哼，我的鞭炮。我的鞭炮。有鞭炮的话就好办，但是没有鞭炮的话，
那你没有鞭炮的话，还是重置一下吧，感觉。说呢？哎，为什么？哼，这个能用吗？我有点好奇。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用。我现在身上应该有五个灰烬，多拿两个以防万一。
What？没了。What？哥。哎。震惊！我就知道要翻。你觉得我会在这里翻吗？什么时候翻车？这些进度条的 flag。fuck！下一把。不想跑了这么远。